拿下。几个人几点？哎呦，这是 USG 的枪线。GBO 被打了。嚯，这两枪。直接补。哎呀，镜头给了一个。哎，扎进来了还。哇！但是暂时只过来一个 ，Heaven 直接被放倒了。那后续的队友的话，只能够硬着头皮往这边冲。这都是分呐、啊，这都是分。我指哥这个位置的话要被打吧，还没说完啊，已经倒地。送分了，这一波。在圈中心一拿，过不来了。队友只能在洗车房的这个地方。这个点接完一波之后就听天由命，拉不开。哎，小北这个枪有说法。那短喷。三米无敌。哦，这手雷炸一个。哎呦，喷到一个，漂亮。不急，上子弹。没子弹，打了两个吗？新手过来小心，这个新手有机会打，就有机会打药。新手要操作。来了，小鬼的出枪，宋江直接被放倒。P.O. 在原点很远。哎呦，这个压制。插北直接把 P.O. 给打了回去。这火力压制。呀，头被 K 了一个啊！我是牛 Happy K 的。好，能扶，扶起来是个满编。OK， 这边长条房，保住。这颗雷第一时间并没有贴到近点， 小童过来直接就把你给秒了。他好像都没看清楚小童在哪里啊！我也一前一后，前后门。D.K.哎呦，真准呐、啊！小左直接被连打带补了，哦，直接被补了，龙仔。哇，这个 USG， 这是要奔刚才经济带那个坑啊？是啊，他那个坑就摆车阵了嘛。是，他那个坑说实话之前挺稀的哈、啊，不过现在好好就好在这高点差不多都下去了，他得看。OK， 残血直接烧倒，可以。阿伟可以把自己的血量给打起来，在桌球的这个屋，是的，台子这个屋。哎，这伏地魔，你 low key， 你趴在地上，你他埋了一个。是哦 ，USG 也要过来。外边就两个了，那 DK 的话把人救下来之后还是四个人。并不是不能打啊 ，DK 出奇的稳，那你范木可能会有一点机会。现在主要是 DK 要处理两边，对吧？他之前 DX 连倒两个，那 PY 可以拿过点，直接再下一人。这几枪打的还是很准的啊，连打带补。还有谁直接顶 ？GS 这侧人不多呀。GS 被两边打 ，GFY 和 IFY 都能打。只剩了一个 SR。哎呀，龙四哥这个雷没扔出去，被放倒的时候把自己给补掉了，好可惜啊！哦 ，SR 和眼里都在。哦，脑袋好枪。今天没有威胁。是的。同样的方式也解决了自己，就剩下 SR 一个人在原点了，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操作空间。是，就是还是 LTV 克制的一个点啊，早晚能把你。现在的话，十七要对 GFY 这一片石头阵。第一时间要和队友合一下，现在需要帮手，小哥。豪宅这边的话呢，由于一开始 DK 是先下了这个坑啊，两个队伍同时是打了起来。还有过来包夹 ，DK 现在是倒人的，但阎王蛋有点多，有没有雷？来收分了，互换一个。你看马玉龙。老马，漂亮！哇塞，这就是 PCS 的战神吗？老马，真强啊，老马！真的玄学，又感叹一下，真的玄学。看他玩就是两个人啊，真假马云龙。往前面拉不了位置，这两支队伍全要顾及 LTV 的枪线。这雷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没地儿爬了都，没地方爬了。两颗雷的协同啊，伤害。FTY 在这一局士气正盛，小北这个位置就没了。
牛 happy 不声不响的在这个房区待着，一直也没出，没怎么出枪，没有人撞他，他也不出来看一看啊，没得看，没人撞呀，怎么看，对吧？不可能拉出去打啊，错，这个点选来了。是的，两个队伍的枪线啊，夹角枪线 GFY 现在只剩下了 Summer 一个人，而且原点还有十七兽的一个，咱不走了，咱就是拿分吧，对，就是拿分呐、啊，哎，拿了一分啊，准能补啊，你看打到一，哎呦，长了也好准，太小补了，都准，给个棒兄弟救不了，给你棒啊，你往前继续进，不补还能玩一会儿，啊、这蓝圈已经到了。LTV 还能继续去清啊，刘海比这一侧也没有出来看一下，哎呦 Summer 这个点扔完头之后直接就预瞄点打头 LTV， 是的，刚刚听到了 Summer 出枪的一个声音，他还是把 AK 啊，说实话天路这个位置太难走了，只能选择去进攻一下前点防区里面的达纳瓦啊，达纳瓦手里全是货呀，三个角度的枪线又被给投掷物，啊，三个还能打吗？打了一个，打了一个，救不了，救不了了。FTY 剩两个人，只能够去慢摸 New Happy 了。我知道 New Happy 这一侧啊，他比较担心还是天霸。天霸四个人虎视眈眈的在看他这个，对，他怕大仓被撞，对，然后楠楠一个人在大仓在看着，哎呦 KDF 在出击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你看他现在还是零淘汰，对，周边打得这么热闹，而旺仔放倒了楠楠啊，趁着这边大仓在互搏，先把前面的这个小山头给拿下，后续可以卡一手打 Nava， 嗯，进不去啊，属实进不去啊，牛 happy 给的压力太大了，只剩下 FTY 的老局一个，在这个反坡确实压不过去啊，手上已经没有烟雾了，是的、okay、哎 KDF 出手了、这个信息给到的话可以尝试贴一贴，左边的燃烧瓶已经封了路的，但封的效果不佳，但是好在是有烟能够遮视野，哎呦天霸 KDF 这里有点不好过呀，不好过，天霸这是个机会啊，是的，天霸知道在这里硬扛的话呢和 New Happy 得要打一架，没必要，先把这个 KDM 给拿下，好嘞好嘞，这边萨塔也摸到了，可以这波贴到近点的话就稍微好打一点点啊，刚刚在这个反斜里面，他其实这一波对于达纳玛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重创、这可得差点啊，金姐摸过来了，要过来拿分了，之前拿的分数不多，他想把防区的分数都拿下，但是对方给机会吗？要看首尔以及小童的发挥、跳窗要看一下吗？没有，这边用雷还在排预判的，听应该是听到了这个旁边这埋的，这个这谁呀、这是埋的，这个崔西小崔，好了你也暴露了崔西、你赶紧换，今天唯一的一局打到了梅花桩的一局啊，哎呀这顶半天了，但是 Enonic 主要是把幻神给放倒了，哎呦这过点好危险，一丝血剪你输出好舒服啊，没有人干扰啊，哇明明是真准，这把人都搅没了呀，那经济这一侧真的是全程在看戏就可以了、那首尔也对这边有想法想拿分，但首尔被淘汰，他只能有想法，是扔了颗火过来，好叫天霸被淘汰，四打二全线压过来，而且手里投注物足够多，哎呦这被烧到了呀，明明我就不给机会了直接冲了、来了啊，配合上道具加上载具的隐蔽子，还是最后